叫前方的美女朋友来拍一下照哦。等一下，我们现场的十号队友打声招呼好吗？有声音吗？大家好。那今天呢，我连续两场，昨天其实也打得相当晚，那昨天我睡不着啊，很累，大家都很累。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有整理了一些我们球迷朋友的问题哦。那第一个是我们的Hand HAND002，请问一下朱哥，你今天呢超水准的表现，想说今年的打击模式是维持高打击率为主，还是呢你增加长打的打击内容呢？没有，今年一样就是照之前的想法一样，就是把球击墙啊，其他的结果的话就是不会去想太多，就是我觉得首要目的就是把球击墙就好了，这样。好，那当然这个克鲁兹教练跟这个龙猫总教练也都是以打击见长的，那对你在今年有什么样实质上的帮助吗？就是叫我攻击就积极一点，就是不要去过于等待，过于保守，就是球来可以攻击的球就放手去攻击，不要可能球速落后的时候，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在攻击上可能就会绑手绑脚这样子。好，当然今天呢我们的朱哥也发挥很好的效果。那第二题呢是我们的这个蓝火 Blue Fire 呢，要来问一下朱哥哈，请问这个开季前两天前两场比赛就击出了五支全垒打，那全部的安打都是全垒打，所以网友说你是世界的全垒打王，那你对今天的目标有什么的期许吗？其实还好，就是说球队球比较重要，其实也不会太多的亢奋，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今年就是保持平常心，就是不管打好，因为有时候也是会遇到低潮，就是希望自己呢都是保持一样的心态去看待每一场比赛，去面对每一场比赛，就是今年的目标这样子。好，也希望呢我们朱哥可以继续维持我们今年的目标，再次给我们朱哥掌声鼓励。好，那也请麻烦签上我们的大荧幕，在我们的签名到在我们的大荧幕上哦。好，当然在签名的时候呢，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烟火片。场边为大家访问到乐天桃园的先发投手王义正姐姐，先恭喜你拿下本季的首胜，因为原本是有点小小的伤势嘛，然后第一局有点小乱流，到后面投了七局赏六 K， 谈谈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投球的手感好吗？我呢，其实刚上去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陌生，因为动作还没有到很到位的时候，就是放不开来啊，后来就慢慢的再找到感觉，再慢慢丢，就慢慢的恢复，因为可能上次刚好80%这样，所以也不太敢太张力那么高这样。对，因为今天这场可以拿下胜利，乐天的打线非常帮忙，尤其是朱哥，他这两天打了五支全垒打，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说？我觉得他真的蛮厉害的，对，就是在这两场里面打了五支全垒打，我觉得真的，我因为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他真的很厉害，真用厉害来形容，对，就是我的队友蛮厉害的。那我就想问啊，如果有一天你是他的对手，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他呢？丢他吧，没有啦，开玩笑，因为可能就会想尽办法找出他的弱点，因为不能一成不变，会被习惯，对。谢谢姐姐。好，现在将时间交还给雄威主播。好，我们谢谢今天陈佩在场边做的一个访问啊，但我觉得厉害真的是你找不到别的形容词啊，就是凶悍嘛，啊厉害嘛，啊鬼神嘛，哦，真的太恐怖了嘛，哦，这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件事情。今天球队又是在朱玉贤双响的一个带动下，开季呢取得了连胜。那王义正呢也因此呢拿到了本季的首胜，拜头呢是羊头洛奇，胜利打点。单场 VP， 这个字卡跟昨天都一样，只要换人名，只要换那个局数，是不是？
哦，然后再强调是双响炮，头两场比赛就敲了五支全垒打，这已经够惊人了吧？好，那我们再跟着来总结一下的是，今天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表现。那如果你在安打数上，刚刚也有听到阿成就有提啊，今天的发挥就有维持住啊，有14支的一个安打，然后3支的一个全垒打。那得点圈的一个把握机会呢，对比昨天呢，乐天桃园这边是占优势的，那统一这边反而就比较可惜啊，因为三分里面有两分是全垒打，所以你看他得点圈6次的机会就掌握住了一次，也就是刚刚最后半局的这个反攻，这个可能是接下来明天他们马上也还有三连战要来进行了，也必须要去调整的一个地方。好，那在最后呢，就还有这个关键 play 的这个表现呢，是可以要带给球迷朋友。那我想今天的这个内容上面来看呢、啊，朱玉贤连着两天，包括他在今天还是对着这个所有的这个媒体朋友给访问。当然现在是防疫的一个期间呢、啊，所以比较特别一点。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关键 play。就是今天呢，在四五局的这个打线上面有效的一个串联呢，也是球队赢球的原因之一。那跟大家来预告啊，明天呢小周末开始啊，礼拜五一连3天还是有精彩的中华职棒。那乐天桃园继续在主场要来面对的是富邦悍将，那也真的原本上周日就要呈现的戏码，我们在明天的6:30就会为大家送上很重要的师徒对决，也是洪一中总教练在转队之后啊，那再次回到这个他最熟悉的一个场地来面对了他过往的这一个教练团成员。龙猫总教练，是不是朱哥明天又要再炸裂？是不是这个就要大家持续锁定了？以上就是今天整场比赛的一个转播，陈雄威还有球评陈志正以及辛苦的工作同仁，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拜拜。